Hello， 我是李超叔叔。这几年大家对我拍吉他的影片越来越没兴趣了，都没什么人理我。但是有些人会理我，就是问我这些在哪里买的，就是这种很可爱的东西，可以套住琴头保护的娃娃公仔啊。那他们都以为，就问我的人会以为是在什么吉他用品专卖店买的，不是的，吉他用品目前我没有看过这种东西，这个都是我在路边买的，有的是那个夹娃娃机夹到的，有的就是跟路边的阿姨买的啊。那我因为很喜欢这个东西，所以我现在只要看到能够打开塞琴头的东西，我都会很认真的去考虑要不要买啊。那之前我是用这个呢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一个河童啊，就是日本的有一种神话故事的一种生物，就是有一个龟背啊，然后头上有一朵花啊，这是河童。那这个是布丁狗。那以前我都是用这个，但这个我觉得有个问题，就是它的开口是在头部，所以插进去之后呢，你就感觉到这个河童它是倒立了啊，就对它有点不尊重的感觉。如果它的口是可以在这里就好，这样进来就比较正常。那我终于看到一只布丁狗，这个就正常了，它的头就朝上，这样就不会脑充血啊。那夹娃娃机的话，不建议你们去玩了，因为很难夹到，这要有专业的，我也不是很厉害。那跟路边阿姨买就好，就是给她钱就好。那路边阿姨你找不到怎么办呢？我之前有讲过，那个路边阿姨就长得大概就是，就头大概这样，然后两个眼睛就是那个有一点微微的胖，然后发型很中等，然后衣服也什么样我也忘了。